我是宜兰人，我就是在宜兰长大的。我在苏澳念完小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搬到罗东，啊，就后来就一直住在罗东。啊，高中的时候就读宜兰中学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是在宜兰生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要回去了。另外，当然是觉得很光荣，学校、医院还有县里。全部的责任，我觉得责任重大。身为阳大附一第一个在地培养的一个，从小孩子到现在学成，我只能说，我就一定要全力以赴，达成县里、学校、医院所付我给我的责任。第一，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全县县民所高度信赖的一个大学教学医院。你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话，就能够，你才能够完成国家跟大学赋予我们的任务。那第二个呢？当然，除了在地的就业机会以外，能够培养在地的医疗人才跟在地的医疗的产业，希望能够经由大学医院这个桥梁。跟更大的公司或是更大的团体来合作，来促进这个产业。